我们抓紧去大草原吧。好啊，来，我要拍个照。一、二、三。这也太好看了，天好蓝，雾好大。非常非常开阔，非常开阔。这是第一次来大草原。 对啊，第一次来大草原，我要去蒙古包，然后喝个奶茶，喝碗温泉一下。就体验一下非常徒步的生活。这次我们从海拉尔，然后出发到阿尔山，然后会穿越阿尔山的国家森林公园。最后，我们今天吃。我发现这个车坐起来还挺舒服。对，这辆车是有大众的那个防风损智能四驱系统。我们再往前开，我约了一个朋友，我们会到达加里面，到达到蒙古包。 在牧场里面带你去感受一下真正徒步的生活。哇，骆驼哎！Hello，Hello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个是我的朋友一只，你好，你好，好魁梧。我骑过马，我都没骑过骆驼。要不然骑吧。 好吃的呀！这是面是甜食为主，自己做的？对，这个是列巴，这个呢千层饼，布里亚特包包粥。这每样你都可以尝，我知道你饿坏了已经。但是好像今天饼吧还给我们有个保留项目，是不是？啥？做布里亚特包子。做包子。对。做吧，我们快开始做吧，我好饿。 学着奶奶的说法，吃上包子，好幸福！哎，你这个辣酱，我也要一点。 哇，好吃！哎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有点饱了。我也饱了。这个真的是硬核，吃两个就饱了。对，行，那我们敬一敬，明白？谢谢款待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要一饮而尽。没事。谢谢你，你的包子，你的家人，还有你的骆驼，还有你的大草原。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那个阿尔山车站，然后据说这是中国最美的车站。这个车站是1935年左右建成的，然后当时是日本关东军进驻的时候在这边建的。它其实有非常鲜明的日式建筑的风格。这个火车让我想起了那个《情深深雨濛濛》，就特别的复古。来，你给我唱《离别的车站》。 前面可以拍点照片。
一直差不多还有半小时吧，我们就能到达国家森林公园了。嗯，国家森林公园就是指的大兴安岭吗？对，你说对了，这里就是大兴安岭。这边的牛它们一点都不冷，好神奇，因为下面有地热。对，这些都是火山岩，所以这里火山口最美。整个森林公园，它就是火山岩的一个，所以在这儿就是，就感觉在火山岩上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这一次的行程最后的一个景点，就是同心天池。哇，这个哇太屌了，真的是一个心形的那种 啊。我已经看到它是一个心形，所以它叫同心湖嘛。那个同心湖还叫，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卧牛狍子。卧牛狍子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不是狍子，是泡子，泡子就是小水坑的意思。对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收获词儿了，就是我们这一路啊。看到路上跑的牛啊羊啊，还骑了骆驼。对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的那个特别可爱的朋友挺棒，小可爱。因为当地人真的非常淳朴，跟他们的食物跟他们的风景一样，非常的自然。因为这里大，所以心胸都开阔了。对，所以以后你还想再来吗？想热一点的时候来，我可以穿裙子。好吧，那我们明年再来。25 25嘿，好痛啊。